钢琴在你右前方30度左右，走过去。都看着我呢，不要乱来啊！你别捣乱了。你是谁？滚出我脑袋，立刻马上！神经病，你才滚！你的脑子和另一个人的脑子连在一块儿了。警告过你，不要打扰我的生活。我听不见。我可没那时间陪你玩。Let's go。我不会成为开启平行世界的天选之女了吧？你就好好享受逆袭光环就好。为什么打他？是不是不论你跟他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要怪到我头上？你的冷漠只会把所有人推开，注定一辈子活在黑暗里。一旦解除电波联系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高昂，高昂，我说了那么多伤害他的话，高昂，可那些都不是我的真心话。We'll be right back.